一个月都差几袋子运输。这小板凳不错啊。这个我也让他找树底下弄，我不主张搬着钉子，弄不了他们，现在那手一辈子踢一回都够使了。东北那小年轻的都一般定两个小年轻的，多大岁数的你都搬上他走不动了，你总走那利索，你这绑着还挺耐用的，一点也不新鲜。我说你跟老婆真大岁数的，干鸡巴几年我还是吧，不主张那的，有用的正好，有大鸡巴。上哪岁数我都打啥刀了，打刀子，我可以打上了，收获收到了。